不清楚，那是十六寸镜，那是反正不是多少，我拉多少都不可以抓。抓多大多少不可以？他多少不可以抓呢？那是幼稚园的时候在台北。没有啊，他们家长就是台北的，他爸爸以前都是住新北的，怎么样子？不知道，我已经想到理由了，就是这样，不然还有什么理由？是他一开始出生就在台北。上面为什么还就是打出来是白枪啊？你问你弟有没有听圣洁使人心中啊？好听。没有，就是没选错。不要，不要歌很，不要歌好听。